历史为什么无聊？血腥又悲惨。历史为什么无聊？血腥又暴力。历史中我们会学到古人的事情，这算不算侵犯隐私？历史中我们会学到丰富的知识，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？历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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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，历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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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，历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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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，历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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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。我们的古诗也算一种历史，我们的童年也算一种历史。每天都要和老师学习历史，虽然枯燥，但是特别有用。我们得把书整理好，我们也得把笔整理好，我们也得把橡皮整理好，准备历史考试了。历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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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，历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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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，历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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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，历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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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。每个人都是学习历史，每个人都是背诵历史，历史哪有这么简单。